我刚刚跟我妈一起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就坐在桌子那边聊天，然后后来我爸就带我去跟一个卖家拿货，就是拿我买的东西，然后现在回来了，我想要来煮芋头，就是我买了超久的莲藕粉，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做芋圆，然后是用莲藕粉做，就是网络上说这样热量比较低又比较健康，然后我妈那天就帮我买了芋头，所以我现在想来做芋泥跟芋圆。我的芋头，我现在要先来帮它削皮。我刚刚在切的时候，我竟然把刀子用断了，天哪！我刚刚切一切，竟然把菜刀切断了，吓到我就咚的时候，它就突然断掉在里面。还好我已经后来就用大的菜刀把它切完，然后现在芋头就放下去煮，让它滚个20到30分钟，让它变软，然后接下来可以继续做芋圆。这个是我弟昨天拿到的毕业礼物，是行动电源，它有两个，所以他送我一个，可它上面就有写他们国小的名字，所以我想要来找一个我喜欢的贴纸把它打扮一下。长得我贴好啦，我贴了一个少女跟一个小花花，好可爱，好喜欢哦。我的芋头现在已经超级香，就是有完全那个芋头的清香味。我把一些芋头捞起来，等一下要做芋圆，然后芋泥的再加一点水，让它再滚一下下。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加这个莲藕粉，然后就搓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个芋泥也拌好了，然后刚刚加了一些糖。嗯，成功。嗯，午餐是芋泥，还有粽子，这是我今年第一颗粽子。对，这是芋圆里一切重点，所以它也。再来吃这个，拍我内裤，一打开就浓浓的柠檬味，超酸的，我刚刚吃了。酸吗？酸。那有咸吗？后面才咸，一开始很酸。对，我烧完了，后吃一吃就变咸。变咸。我比较喜欢原味。没有，那很酸。一开始还是你吃到那个喵哦，咖啡就很酸，我蛮喜欢的，但我们要去阿公阿嬷家吃饭啦。每个六日的晚上我们都会去我们阿公阿嬷家吃饭。 Go go go， 我们吃完晚餐啦，然后现在我爸要带我去领振兴券，然后还有去拿一个东西，我们要去拿一个 USB。哦，如果人家，好可爱。对啊，我们来买这个台一牛奶大王的冰。买好了，来用这个领三倍券。我们的爱玉冰，这是什么？七币的，可以，可以啊。不知道啊。
今天的早餐是蛋饼加辣椒，这辣椒感觉超厉害的。我现在在士林，我要走去找我同学拿他帮我在学校拿的资料，然后也要顺便拿他请我帮他带的毛巾去给他。我要去北市乡找他。天哪，我终于到了。我拿到资料啦，然后因为佩慈他们拍戏在忙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讲话，我们就各自。我赶快去找公车回家，希望这边有公车，不然从捷运站走过来真的是太遥远了。我们出门来吃晚餐啦，来吃一家我很喜欢的日式料理，在我家附近。我爸点的咖喱跟鱼。我跟我妈的。是哪个是我的水？嗨。那算了，算了。现在还会吃油饭跟鱼。嗯。他是加豆腐。没事。拌了。